师傅，就是我先生前段时间他体检查出来肺部有这个钙化灶，还有这个纤维那灶，还有一个正骨的上地上有个肿块，有5公分左右。是不是他以前也没有查出来过，就是刚刚体检查出来的？像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回事？是悲业导致的，还是他因为前两年他爸爸生肺癌，他帮他那爸爸念了很多小房子？就是这个悲业。没关系的，他消得掉的。你要叫他好好的坚持，你叫他不要动这种男女之邪淫思维。他哪怕跟自己的老婆跟你动这种脑筋，他也会背业的。哦，你现在叫他，我们挺谦虚了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些梦考不过的那种情况。梦考不过了，跟叫他老实一点不就好了？老实一点，求求菩萨会消掉的。嗯，你像这种，那他要为专门这个事情念小房子，不放生吗？放生小房子都要白问的你啊，三大法宝不知道啊？我就是说，我知道，他已经许了一部分，我怕不够。那他继续没问题的，他只要自己正，他死不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正，感恩师傅，没毛病也会死掉的。好了。对的，对的。